气温大概是9度左右。然后我现在赶快化妆，然后我们准备出门。OK， 换装完成，准备出门。哇，早上有点凉哎，今天穿了薄衣、西装裤，然后配一个手工大衣。我现在要准备去坐公车，然后到那个首尔里。哇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这前方的那个树叶？很漂亮哎，树叶黄成这个样子，很美啊。之间的一个货柜场是哪个样子？这个我之前有拍过。然后这边就有很多就是咖啡啊、咖啡厅、餐厅，然后一些文创小物，有一些手作的东西。赶快走去首尔里哟！哇，整个都是黄黄的落叶，天哪！哇，距离上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樱花开的。真的是，我们去找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拍个照。好冷哦！我觉得这边会比较冷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旁边就是汉江，所以风很大，这条路很美。超美的，这边有人在拍婚纱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刚刚那边也有人在摄影，我觉得这里蛮美的。然后赶快去找拍照的地方，我快要冷死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真的超级无敌漂亮的耶！这边还有月亮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想在这拍个照好了。觉得这一片就是超美的枫叶，这一颗就是完全是红色的枫叶。这样，好
好，没有，像一幅画一样。刚刚有点热，脱了外套，又有点冷。那边是南山塔，这个地方我之前也有来拍过，大概一两年前吧。这边是很多，就是很多笔直的树木，整圈都很美。这个季节应该是蛮多这样摄影爱好的人会来这里拍照，因为刚刚已经看到很多台那种大炮摄影机啊，他们来这里拍。然后我才早上八九点就来了，想不到人这么多哎，想说要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拍照，哦，有个困难的。是什么东西？走上去看看好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点点芒草，展望台，然后芒草。然后还有游乐场。去另外一边，就是都是树木的，我去另外一边拍照。你今天拍的都不满意。我应该继续去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事，看一看。啊，没事啦，就你个人问题，我这边就个人问题。啊，有你个人问题，你说我怎么？对啊。刚差点滑倒在里面，好滑啊，地板。刚来到一幅画一样啊。在一个大广场中间的一棵树，超漂亮的。然后这边就有很多人来遛狗啊，或是来拍照，超多狗狗的。今天看到很多很可爱的狗狗。然后这边也有玩就是团康游戏的，玩飞盘啊。然后刚刚他们在那边跳舞，然后还有露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带帐篷的。然后你看上面，这两栋，这个其中一栋就是那个金秀贤住的。我蛮喜欢这里的，我很想要住这里，可是这边真的好贵啊。现在蛮漂亮的。大家要隔蛮远的啊，蛮安全的。真的很多的，是王美在拍照。Thank you.
어리야